りの人がちょっくりだね、今。ちょっとすごいね。見送りですね。はい。はい、本当に、はい、頭そんでね。はい。はい、許しますね。はい、本当に。かわいい。はい。他们是中国人，就大家如果来这里的话，一定要去看看这个狗，这个确确实实可爱啊，可爱是全国第一名的狗，第一位，啊、第一位的狗，连续两年啊获得了第一位，这是去年的那个招牌，啊，也是连续两年，谢谢你，谢谢你。这地方他们自己特别的料理叫温泉鸡料理，用这个地热的热气啊，蒸了三个多小时以后才蒸出来的这么一个温泉鸡。鸡呢也是他们这个九重高原自己养的鸡，是天然的草啊，这个虫子啊，它吃的这个味道也是，所以呢，应该来讲，味道是相当好的。现在我们来看看它这个鸡啊，这个怎么一个吃法啊？你看看吃的有点像那个，像那个北京烤鸭的感觉啊。用菜叶包起来，然后放上这个红萝卜丝，葱，蒜丝哦，这是黄瓜丝，然后放鸡肉，然后是红萝卜在一块儿，就看着像就北京烤鸭的感觉啊，北京大骨嘛，这个啷个一点呢？味噌，我们叫味噌，叫味噌啊，味噌就像点像豆瓣酱的一样感觉，味噌。なんか味噌，味噌叫デシトレーズ。で、手で強めに巻いていただいて。はい、こういうね。ぐるぐるっと巻き込むやつ。はい。OK。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叫小松地狱，这个地方什么地方呢？就是地下的这个很热很烫，这温泉水啊泡出来干什么用的？烧鸡蛋，跟着我去啊。这个林道不错呀，鸡蛋要走很长的路啊。鸡蛋啊，超度了，哎呦，哎呀，这样也就是像钓鱼的感觉，92度呢，92度，几分钟时间啊，这个鸡蛋就熟了，这个人泡进去的话就要死掉了。然后我剃红呢，왜예왜보다는도도시도뭐이이게도뭐소まだまだなんかね量じゃないね色あまり変わらないね。